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看看邻里之间谁和谁更亲。我们的规则是怎样的呢？好，我们每轮呢会指定一位答题者，根据何老师的提问来写出答案。我们其他的所有人呢，要通过无实物表演排队来进行抢答，答对加一分。机会用完了之后，答对的人可以选择，哇，这边真的好精彩。哇，可以选择任意一顶具有年代感的假发配饰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会第一个被选走吧。我喜欢第一排左边左数第二个戴那个头发，先要把自己本身头发剃了再戴那个。好吧，第一轮的我们的动作是超拽模特步，你自己可以理解啊，就自己理解一下80年代的那个模特步，好不好？而且就是全程都要用模特步走，在这答题的时候也都是有 pose 的，答题的时候要一直换 pose。这是你最拿手的、啊，这未然是我。好，第一位我们的主人公是范丞丞，我就是打样的。好，我们其他人可以到这边来就位了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丞丞的题目是什么，请说出范丞丞自认为最迷人的三个特质或者部位。特质或者部位。他什么东西？最迷人？你这咋的烂头？最迷人的，他最迷人的，他的特质。哦，他万一没写特质，只写了部位咋办？也有可能，全是部位，三个部位。陈晨还在犹豫，身上迷人的特质太多了，修长的脖子。他应该不会写这个吧？这个太显而易见了。对，没有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迷人，迷人。但是就是很具体啊，很具体，很细节，是不是？很具体，具体。哎，你们边猜，我们到时候会提示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超拽模特步这件事情。超拽。预备备，挑战开始。怎么没人来呢？你第一个的，我们不是一个一个来，是大家要抢。大家抢。走啊，走姐，走。我没想不出来。快走，想到这现象。走。好，第一个，先说说好话，睿智的头脑。哦，不对。我必须说。不是这个方向、哦、完全不是这个方向，因为他刚说过他聪明嘛，不是这个方向。第二个来 pose 光滑的脑仁，他演的秃子吗？而且那叫脑门吧，脑仁。一个会说的嘴，会说的嘴。差得很远。来，下一位模特，哇，名模松弛的个性，完全不沾边儿。哎，程程，这是不是一个表扬大会？开心吗？没想到我有这么多的特质、啊。这题可以其实答40次也行。来，安宇。挺拔的脖子。挺拔的脖子，不对。好，来，关杰哥，骄傲的灵魂，骄傲的灵魂，这好意思喷我吗？都这么夸了，我来喷，来，你好意思喷我吗？都想改一个了，这个真的好骄傲。好，那个我稍微提示一下，他的所有优点都非常的。小，这是优点吗？不是，小就应该不叫优点吧？我没有说你哪儿都小，我说你写的优点都非常小。来了，来，鼻孔非常小，小鼻孔，目前为止是最沾边的一个，恭喜你靠近了答案。灵敏的嗅觉啊，对，鼻孔已经越来越近了，鼻孔都很近了，很近。这么长的脖子却只有些许的颈纹，很小的颈纹，很少。我的颈纹可能在比我大10岁的人里面都算重的，我的颈纹。回答错误。好，来，来，凯文 ，pose， 。
小小的心眼儿。这是优点吗？不对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只能去哥哥给别人投票了。让你姐来 pose。那个，刚才摇这几下是怎么了吗？就是他喜欢狗在身上撒尿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个离谱到我不忍心喷你，你先走。我们说的是特质，不是癖好啊。来，光洁老师，器官吗？对吧？不是器官，部位。那个痣，小小的痣。他脖子上有痣，有痣，小小的痣，性感的鼻痣，脖子上的痣，脖子上的痣，回答正确一个。啊！这谁都看得见，肉眼可见。他喜欢他脖子上的两颗痣。行行，还有。哦，我又看到了，就是他有耳眼儿。有我。那叫耳洞，耳洞是吗？耳眼儿确实比鼻孔小。你们都给我回去，不能讨论的。来，好，来，雪琴，鼻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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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鼻子，然后说，停，用鼻子坚挺、小巧、精致、好看。你给我走。其实你已经，你刚刚都说出来，你没有准确的说出来。来来来，这么点你了都。左鼻孔下面有一颗小小的痣。回答正确。刚刚从哪来看的？这儿，左鼻孔这里。哎，去哪儿了？刚点了。你点去哪儿了？让我走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多围过，没这么多人围过我的鼻孔。真是一个智多星。好，还剩最后一个了。刚才这个关键词出现过。在闫妮老师那里出现过，他有耳眼儿，眼儿，眼儿。这题很难答，因为我觉得在场应该很少有人亲眼见过。那我还是别答了。也是在脸上的吗？不是，不在脸上，不在脸上。你们不用看了，是不是你们肉眼看不到，是不是一个绝活？是不是绝活？不是绝活。来到安宇了，你想想看，我现在说得很清楚了，不在眼上的眼儿又小，他觉得骄傲。来来来来来，肚脐眼儿小。回答正确。还得是兄弟，这谁知道？不怪邻居们，真的，你说他写的这三个真的太难了。他说他鼻尖下的痣、脖子上的两颗痣和他很小的肚脐眼他最满意。所以呢，这里面答对题的挑选三顶假发给你们任何想要戴的人。我想给他戴出这种题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这么努力的，来吧。太残忍了，有些头发，我觉得他适合这个。给小东哥戴吗？给你，小东哥。万杰哥给我。他说这还行。我来帮你戴。你是哪家的呀？我怕别人戴的不好看。可以，跟这套衣服好搭。好。来来，这个好看的。好帅的。这好看。壮壮吗？像那个米奇的耳朵，好像都是他们一家人，庄家。你们是庄家族还是葬爱家族？